全球菩萨们很欢喜，三年呐，因为疫情，所以啊，隔了山，隔了海呀、要回来的回不来。那我时常呢，也透过了视讯，也是远远的听到声音，有表达了人人相思之情啊！我的心都被很多人呼唤过去了，天天呢都听人在呼唤着我，所以看到了，总是回来了。上台来表达他们的心意，总是让我非常的感动啊！我更相信慈济的每一位的花心，就是一粒种子。大家都很清楚，一棵大树，那合抱的大树，它是从毫芒开始，毫芒就是种子的基因，每一颗种子啦，里面的基因要把握因缘，有这样的气候就是因缘。还有呢，有大地，还有水分，还有太阳，所有的因缘都记住，只需要那一颗种子把它及时播种，这一颗种子啦也会萌芽幼苗，成为树苗，成为小树，成为大树啊！这一棵大树，它可以连连开花，开花结果就是种子累累。各位菩萨，今天呐、菩萨们呢，已经啦，开花也已经结果啦。人人这一颗种子，总是很饱满的种子，带着这一颗种子呢，放在心里，回去啦，好好的培养心中的幼苗。成为大树，承担起来。当我把这一个证，把你贴在胸前，我心里呢，总是满满的祝福，期待这一个证贴上你的心头。这一颗种子呢，牢牢地种植在心灵，带回去了，那就是要开花结果。就如莫桑比克保罗在这里跟大家分享，他对做志工啊是很珍惜。每天呐、要出门，要穿上了背心之前，要先向着他的背心合掌问讯呐，才小心翼翼的拿来穿上身上，开始出门就是。静思仪拿着跟他不认识的人
他会就拦下来跟人家分享净食仪，那样的身心啊，那一份的虔诚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他的处境。各位，我爱的就是如此这般，我相信他，他就是啊，发大心立大愿。相信各位今天啊，这一粒种子种下去了，所以大家他保罗能做到，相信各位呢条件比他好，应该做得会更好。你们面对的很多的企业朋友都可以呢找机会弘扬佛法，人人都可以说话，跟大家说，我说的都是很小的小小的话，我现在呢也跟大家说小小的话，小小的话就是那一粒种子，那一粒种子呢需要大家放进了心坎里，好好的带回去，要就地开垦。所以把自己的这一粒种子好好的自我心田，我自己的心田好好培育好，一定有丰收，一定会有丰收，实际救灾了，走过了百多个国家，这都是呢实际从五毛钱。各位不要轻视轻微的少量，少量人人花心就变成了多量无量，所以很期待各位菩萨，你跟我同等的心态，你还有你跟我都有这一股的力量，我很期待人人要对自己相信。因为呢我现在很期待人人都有自信，花心为人世间苦难人铺路，所以呢我会用很大的力一讲再讲，期待不要说我这样的种子一下浮在地面，一阵风啦、或者是呢一飘水啦、又把它飘掉吹掉，不要被吹掉，也不要被飘掉，我们要牢牢的把这一颗种子种在心田，回去无量的种子去帮助无量人，这才是呢你我来人间的好因缘，也是呢你我在人间的有价值。总是呢活一天做一天，我发愿了，就是我能说，我一直说，说到了要说到了最后一口气，也要做到了最后一口气。有没有放下？我还不放，我去了要会赶快再回来，也许呢回来了会很快就会说话，我就要说话，
也要很快就会站起来学走路，就开始呢要走上慈济路。这是我的心愿，大家可以为我做见证。我不知道今生的未来还有多少，我不知道，我只能呢盘点过去我走过来的路，跟大家保证这一条路你们跟下去啊，绝对不会有错，那是利益众生的康庄大道。